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 GNN 的懒人包。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我昨晚提到有全新讨伐战的部分，结果我没想到这一只是木神族啊，谁会想到啊，天啊，一来是官方发文的时候有提到蛇，所以我在猜测影片里面就猜它是木兽或是木龙，结果它居然是木神，完全出乎大家预料，真不愧是我大 MH,CD8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两回合内所受中毒燃烧伤害转化为我方生命力。欸，这是一张神族的防毒哦，其实还不错。任意移动符石不会发动消除，如果队伍中是有木属性成员的时候，队伍不会被封锁主动技能。这边神族可以挡锁链的卡也是再多一张齁，而且是平民卡。那这个讨伐战也会有全新的木属性神族专属武装龙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武装能力两个的部分，近关都是 CD 减一。那如果是开龙克的话，神族成员攻击提升 25% 跟完全回血。接着也有全新的地狱级关卡镇魂曲的激昂澎湃，这一支2234是暗属性的机械， CD3 就可以发动主动技了，行动值提升 20%。 这种主动技再加上短 CD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机械需要热机嘛，如果可以加速热机的话，机械其实非常强大。将自身慈航符石添加为机械族符石，然后炸敌人300万的无属性，发动技能的时候如果自身行动值已经到100，两回合内自身攻击3倍，还有加三康。最后就是12月挑战任务，天哪，也这样不知不觉过完一年了，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月份了，最后一个月的月挑战任务就由卑弥呼来把关啦。 OK, 以上就是本周短到不行的 GNN 懒人包，带大家抢先看一下，大家对于这两张新卡有什么看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